喂 ，Hello， 刘处长，认唔认得我？我想你放一个人，你同我听清楚，我要你一个人带李家俊嚟交换。李家俊都系件事，佢后边一定仲有人。 炸弹！刘处长，点解咁多人想对付你？我今日被落台，应该会系最大得意者。如果真系有人想借我把口，会碌一拳。我都好想知道佢系边个。 我下半世咩都唔做，净系招呼你一个。我只有最后一个 advice，stop and get out。背后一定有人大力支持。